錄音機整頓下。幾大玩到最開心，世界諗都唔怕。哇！哇！呢個冇乜哪個造型嘅小朋友走出嚟做乜嘢？咦！有啦 ，Henry 即係俾我嘅，得睇下咩嚟先嚇。寫咩？喂！寵物嚟嘅喎，老鼠啊，有老鼠病阿病喎。我諗佢係想提一提我呢個喺嗰陣時喺銅鑼灣住啊嘛，渣甸坊啊嘛，咁啊住喺天棚嗰度嘅。哇，複式喎，豪宅嚟㗎，已經係養寵物係。哇，咦，叫啊，識叫我㗎，阿 P 啊，不過嗰陣時真係嘅，你諗下。嗰啲佢哋冇嘢食就好慘嘅，喺街市下面就又唔夠食啊咁，咁有陣時養下佢哋咯。但係佢哋好識聽我話嘅。如果有朋友嚟到咧，我話喂走開啊，冇客人啦，咁就走開啦，會走啊。但係有陣時都翻嚟又唔同色嘅，唔知同係咪同埋嗰只我就唔知啦。到而家都應該係嗰只嚟嘅，不過而家估唔到成為博物館嘅陳列品。你唔話係咩？有十字車唔係。唔係雪糕車啊！哎呀，我要見家長啦！見家長同見家長啊！你個古仔好多往事喎。嗰陣時咧係曾經讀書嗰陣時咧，就可能師生話我太過活躍啊，粗口講得好，唔係想講得太多嘢啊，咁啊所以咧就要見家長。但係我老豆個名就叫譚火仔。好鬼火氣好足嘅，我邊度敢揾佢真身嚟見我啲資產？咁啊，所以咧喺嗰陣時咧，我就諗到，但嗰陣時嘅雪糕車唔係咁樣，冇咁靚嘅。咁又去揾個雪糕佬咧，就代見家長。俾5蚊啊？係咪俾5蚊啊？俾錢嘅，嗰陣係要俾錢嘅。咁啊，係啦，收尾原來嗰個係一個職業證嘅代付嚟嘅。佢見咗好多，代過好多學生嘅家長。點會同一間學校見定唔同？唔奇㗎，可能好彩唔見同一個先生嘅。嗰陣時屋企當然係唔俾我玩音樂啦，佢想我做裁縫啊，繼承父業啊。我屋企就冇反對我嘅，就任我自己做乜嘢嘅啫。不過就好慶幸，我就識到一班咁好嘅老友，可以真係夾 band。就係嗰陣時，佢諗唔到會一夾夾咗50年。妖喂，喂，不如揾啲咁嘅嘢翻嚟回收站咯，唔錯，用唔用到㗎？可能係好。佢做咩？你知唔知就係呢個？係呢個。魔粉。好嘅，開機行啊，開。誒，得㗎啦。五個個性興趣完全唔一樣嘅人，可以一齊夾 band 50年。是需要有很强的化学作用的。夹 band 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夹人。我发觉我们5个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不自觉地放下了原本的自己。温拿的共同点除了音乐就是吃东西和开玩笑。就算有时玩到过了火或者有什么事搞得不开心，我们也不会有隔夜手，因为我们大家 EQ 都很高，知道这样做对大家都没什么好处的。事隔8年我们又聚在一起了。今次和以前最大的分別就是更加珍惜。温拿歸來迎少年，愛大家。好，抱著心聲，大學揾鏗鏘。我想聽下第二啲人，大家講咩啊？好，大家簡脆。喺温拿呢隊 band 裏邊咧，我已經夾咗差唔多半個世紀。大家喺讀書嗰時期咧，已經開始。夾 band 夾到而家，呢幾十年有好多開心嘅時光，唔開心嘅我就唔記得曬，淨係記得開心嘅嘢嘅啫。好啊，咁樣。今次做完呢個演唱會之後咧，大家各自有各自嘅生活方式，未必可以經常走埋一齊。不過咧，我希望大家一齊有機會安排到時間，可以帶埋屋企人一齊開開心心食餐飯，講下啲語嘢。延續下我哋温拿精神，友情永不變。哦，good， 唯一咧就有啖痰。OK， 第位，邊位啊？邊位？點知啫？谷雨啊，先啦，一齊啊。嗯，喺温拿呢50年來，對我真係十分之重要嘅。佢哋帶俾我咧無比嘅歡樂，
同埋優質嘅生活。只要同佢哋一齊，優質就可以將嘅憂愁咧化為歡樂，因為我哋有五個腦啊嘛。但當我知道呢一次係温拿告別演唱會嘅時候，當然係無限嘅感慨咯。當我一諗起同温拿一齊嘅片段，我已經係唔想講咁多啦。只好盡量去珍惜同埋享受呢一次最後嘅告別演唱會啊！多謝。聽落去，我哋聽落。我感謝我父母親將我帶到呢個世界。我感謝温拿陪住我人生路上呢五十年，令到我遠離罪惡，遠離引誘，努力工作永不言敗，因為我是温拿的成員，在這五十年吵吵鬧鬧的聚會裡面帶來我人生最高質量的歡樂，令我回憶青春，回復青春。更加感謝温拿成員的每一位半邊天，他的另外一半，因為你令到我們更加友情相關照。最後在我人生的路上，我會繼續做好温拿成員這個角色，感謝神創造我，創造我成為温拿的成員之一。不經不覺呢就認識了温拿都成五十年了。我想認識温拿是在我二十一歲的人生之前的最大的成就。先講最年長的健仔先。健仔呢就是開心果來的，咁亦都係好多時咧，佢係幫我哋手揾歌嘅。當其時最 hit 嘅歌喺電台最播得多嘅，都係佢揾。所以佢係我哋樂隊入邊嘅一個動力，音樂嘅動力。咁啊，講阿強咧，強雖然係唔出聲啦，咁但係佢好多時就係一開口就夾中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有時係大家，譬如大家二比二嗰陣時咧，我哋就一定問阿強，然後阿強咧嗰一票咧，可能係舉足輕重嘅。咁誒，陳友就個好多諗頭嘅，都幾好嘅，有 creative 係咪？咁但係有時嗰啲嘢咧，真係不顧一切，咁有時就要我哋執手尾。阿 B 喺我哋隊入邊咧，就係最年輕嘅一個，咁啊最我哋成班人最錫佢噶啦。咁所以可以話俾阿 B 聽，無論係點，我哋成班兄弟咧都一定睇住嘅。點啊，石佬？好難得，我喺出邊而家成日都係最大嗰個啦，有好多時候都係食飯咁樣，成台我年紀最大。咁我嚟到呢度可以做下細路，咁我覺得幾好啊。咁啊，仲要感謝嗰啲即係幫過我哋嘅前輩啦。其實誒，我諗大家都唔會反對我哋感謝阿詹叔，佢拍大家樂啊，然後就打起温拿，有好多事情嚇。咁啊，有咩啊？識過朋友啦，識過朋友啦，啊，幫過我哋温拿，好多前台啦，傳媒啦，拍攝幕後工作人員。阿強，有啲咩要多謝？最緊要多謝五十年來對我哋嘅支持嘅 fans， 特別支持就係歌迷，同我哋一齊成長。一齊從後生一齊到而家啊，仲可以同我哋一齊玩嘅，咁我哋聚埋呢次好，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夠一路係藍天白雲，日日是好日。攞音機整頓下。